女孩一天要洗40多次澡，脚上的死皮多到抠不完。为了能够多赚些钱，她每天都要和20多个不同的男人见面。这是秦海璐的荧幕处女作，不仅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，还在香港和国外拿下了20多项大奖。却因尺度太大，在内地被禁20年。秦燕是个模样俊俏的东北姑娘，自小学习京剧的她一直有一个戏剧梦。可是婚后父母便接连下岗，丈夫又整日碌碌无为。为了生活， 他只好放弃唱戏，南下打工，靠着一张旅游签证，他来到了据说遍地是黄金的香港。因为只能停留3个月，想赚快钱的秦燕干起了皮肉生意。他住在逼仄狭小的出租屋，只要老板的一通电话，他就得放下手中的盒饭，跟着马仔走街串巷上门服务。秦燕年轻漂亮，还学过多年京剧，身段妖娆的她深受客人喜欢，因此秦燕总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小费。只是客人们总喜欢问上一句她是哪里人。秦燕四川湖南山东，几乎所有省份都说了个遍， 却从不说自己来自东北。或许家乡是他留给自己的最后一方净土。秦燕的身上总是系着一根红绳，这是这行的规矩，代表着妓女也并非赤裸。秦燕洗澡睡觉都不摘下，这也是她留给自己的最后一点尊严。转眼间，她已经来香港一个月了，生意每天都十分火爆，和同行不同，秦燕接待前后都要洗澡，手脚都被泡得起了褶皱。狭窄的小路也走了无数回，这天出门接客时，身后的马仔被人用榴莲砸了头，身子一软晕在了路上。 秦燕一看，想要报警，可苦于身份特殊不方便，只好向巷子里的其他人求助。然而这家人看了看情况，也摇摇头，不愿报警。秦燕不知道的是，女孩阿芬一家是从深圳过来的偷渡客，每天东躲西藏的逃避检查。当然不敢报警，她更不知道的是，小阿芬已经注意她很久了。作为来自深圳的偷渡客，他们一家住在阴暗污秽的出租屋里，母亲干着洗碗打扫之类的杂事补贴家用，小巷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却没有像秦燕这样漂亮的姑娘。阿芬常常偷偷打量这个漂亮姐姐， 羡慕他能够在巷子里自由出入，却从来没有什么交集。几天后，康复的马仔拿着一颗榴莲来到阿芬家，问阿芬有没有见到砸他的那个人。询问无果后，马仔借了一把刀，将榴莲打开后吃了个精光，剩下的可用刀插着横在路上，似乎是一种示威。但对于没见过榴莲的阿芬一家却很是新鲜。好香！我都系，闻到有臭啊，系咪死流水啊？马仔伤势好后，秦燕又开始了接客，只是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 这天，他照常走在小路上，恰好碰到巡逻的警察，于是急忙躲进一旁的杂物堆。结果阿芬也躲在这里，眼看警察离这里越来越近，为了不让两人全被发现，秦燕主动站了出来，说自己是来这找朋友玩的。看着他快要到期的香港签证，警察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提醒他到期前尽快离开。这次的出手相助让他和阿芬一家熟络了起来。没事时，他就来巷子里帮忙洗碗。他觉得眼前的阿芬和小时候的自己很像，于是像是姐姐一样呵护他。 不久之后，是阿芬的生日。爸爸为了庆祝买回来的一个榴莲，一家人围着这个新奇的水果看个不停，却又对他坚硬的外壳无从下手。锤子锯子齐齐上阵，最终终于打开了这个水果之王。阿芬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块尝了一口，尽管闻起来有股臭味，可这水果的味道却出奇的细腻香甜，就像是和秦燕的相遇算不上奇妙体面。可两人却渐渐亲密起来。3个月的签证马上到期，秦燕即将离开香港，才恍然发现自己从未好好游玩过这里。 其实他们这一行有休息日，只是秦燕为了尽快赚够钱脱离苦海，永远都是加班加点的干。她想趁最后几天带阿芬出去玩玩，可惜两个人都有事，最后也就不了了之。在香港的最后一天，秦燕破了自己这些天的记录，一天接待了38位客人，累得瘫倒在床上一动不动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她被电话吵醒，距离她离开香港还有一个小时。老板又给她接了一位客人，秦燕没有怨言，立马起身换衣服。接完这最后一个客人后， 他匆匆坐上前往深圳的火车，又转车了几趟，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东北。从炎热的香港到入冬的北方，秦燕感受到了久违的寒冷，终于逃离了那个苦海。可她的内心却没有想象中的轻松，甚至对接下来的日子有些茫然。父母觉得她在外面有了出息，商量着这次一定要大摆宴席，在外人面前长脸面，丝毫没有留意到秦燕的落寞。晚上洗澡时，秦燕依旧带着那根红绳，似乎还没有从那个身份中转变回来。正如她的羞耻，也没有因为离开香港而消散。 甚至时不时的，他还接到从前老鸨的电话。虽然知道听筒那边的声音没有人听到，可秦燕的心中总是弥漫出一种羞耻感。酒席的事情很快安排了起来，在爸妈添油加醋的吹嘘下，秦燕在外面赚了大钱的消息传遍了村庄，亲朋好友喜笑颜开，却不知道他们大吃大喝的东西全都是秦燕一次次出卖自己换来的。看到秦燕如今的风光模样，姨妈带着表妹过来寒暄，想让她带着表妹也去见见世面。秦燕含糊着不知道如何作答，只说表妹年纪太小。 过段时间再看看。宴席结束后，秦燕和丈夫提出了离婚，两人早已貌合神离。而去香港的这3个月，更是让这段摇摇欲坠的感情走向了消亡。两人一起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，盖戳一案。
秦燕的心事落了地，她出来在集市上买了一份烧饼，就着皑皑白雪在路边吃了起来。晚上曾经的好姐妹约她一起去做美容，看着她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姐妹问她回来之后准备做什么，秦燕说没想好。那有什么难的，你在那边干什么你过来也干什么呗。秦燕一阵沉默，难以言说的苦涩再次在心底蔓延。回家之后，她向父母坦白了离婚的事情，父母唠叨了两句，说她有钱连家都不要了。秦燕起身去厨房洗碗，想将那些牢骚远远地甩在身后。水冲到手上的一瞬间，她想起了自己在香港做活食的场景，于是找来橡胶手套戴在手上，似乎是想和过去的日子彻底告别。然而不久之后，秦燕却收到了一个来自深圳的包裹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只榴莲和一封信，是阿芬一家人寄来的。他们告诉秦燕，在她离开香港后不久，一家人也被警察查到遣返回了深圳，但这次阿芬的心情却是轻松的，东躲西藏的日子他过够了，如今回到深圳反而觉得日子愈加香甜了。他叮嘱秦燕回家之后也要开心，秦燕会心的笑了。他将榴莲跟朋友们一起分享，像小时候一样一边吃一边聊天。他终于决定重新开始好好生活，然而朋友们的想法却截然不同，他们追问着秦燕南方好不好玩，在不久后也坐上了南下的火车，而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，谁也不得而知。毕竟我们向往的生活和我们现实的生活之间，有时就是一个榴莲的距离。那些带着坚硬的利刺、难以入鼻的气息，让人心生畏惧和恐慌，但在努力探寻过后，或许能品尝到从未感受过的甜美。